乖乖回床上。感觉真棒，睡得好吗？啊！生日快乐！哦，教师，你记得我的生日？谢谢你，他是我收过最棒的礼物。小金博。今天早上才完成冰斧女300犯罪阻挡者浇水枪，装满对环境零污染免大大的自制浇水溶剂，精美设计蝙蝠握把准心，确保目标绝对逃不掉，100%绝对命中目标。好了好了，来瞧瞧吧。100%是吗？是100%没错，一半是靠几率。巴巴拉什么干预行动？干预行动？没错，小巴，正如你所说，这是一个干预行动，针对你，希望你懂我意思。针对什么的干预啊？小巴，我们爱并尊重你，但你的东西已经把你的房间都占满了，比布兰尼亚克还糟。拜托两位，没有那么糟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万岁！我的计划成功了。一场史诗战斗后，我们成功击败了金属人。超级女孩，超级女孩！哦天啊，她在战斗中吸收太多克什能量了。卡拉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超级女孩，你还活着，别担心，我会亲自照料你直到康复。进来喽，卡拉，稍等，来，我帮你装了杯水。谢谢，我一般会放冰块。哦，我明白，当然，抱歉。还需要什么？蛋糕和一双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1+1等于流汗害怕，剑术训练。戴娜。哦，嗨，芭芭拉，小小脸跟图片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表情符号，最好最快的沟通方式，像最后一个就代表卡拉非常讨厌数学。但这些不是真的字。对，是符号，串在一起就会变成完整意思，就像秘密代码。哦，我懂了，谢谢你，芭芭拉。不客气，再聊。我们只是想看看你还好吗？哦，没事，就是疗养金属人给的致命伤，还有拯救世界之类的。姐妹们，出现紧急状况了，毁灭日正在攻击城市。毁灭日？很好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他在哪里啊？现在好一点了，我感觉超级好。